根据死因裁判法庭的数据，近年自杀率平均每年有900至1000宗。自杀是一个复杂的现象，由不同的因素环环相扣造成，很难将原因简化。不过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指出，自杀者的家人出现自杀的机会是高出常人的6倍。因为他们情绪上的压力真的很大，譬如他们经常会想，究竟是不是我们导致到死者自杀，而有很多内疚啊、自责的感觉。单亲妈妈阿玲有2个儿子，27岁的大仔一直同外婆住。2009年的一个早晨，她收到警方的电话，说她的大仔在大厦跳了楼嚟。之前一晚我仲见到我仔，琴晚仲食紧饭，咁跟住佢打嚟嘅时候，我仲话佢：我你唔好玩啦，搵啲嘢玩，我收咗线，收咗线，跟住再打嚟。咁佢就讲俾我听我仔个名，同埋讲佢喺边度出事，咁我就知道真系我仔啦。嗰刹那，我系其实喺嗰段时间，我好似系成个人空白晒，即好似做緊一啲與我冇關係嘅嘢，去買衣紙啊，接金銀衣紙嗰啲啊，即買衫俾我仔，即係佢要著白色嗰啲衫啊。做嗰啲嗰陣時係個人個意識係好似唔關自己事，傷心嗰種感覺唔到出嚟，一路到。我仔去到我哋出殡，原先我哋帮佢 book 咗个场好细，因冇谂过佢有，原来佢有好多朋友，同埋喺佢哋口中，我即系先去了解到我仔好多嘢系我唔知道，即系好多人即系喺我面前赞佢啊，声话佢做嘢勤力啊，又唔出声啊，个人又唔会吞泡啊，成啊，喺个电话度揾到一道就系嗰啲写咗但系冇声出去嗰啲草稿啊，有一封系我咯，我一封就系话俾我听，去做呢件事，佢自己決定咗呢件事，咁佢希望我好好地照顧阿婆，好好地照顧阿細佬，唔好俾阿細佬行差踏錯，唔好俾佢即係行翻去自己條路。咁後尾睇完我嗰啲草稿，先知道，即係佢承受嗰個壓力係好大。而係我哋唔知道，我哋只不過係成日以為佢懶唔去揾嘢做。嗰陣時係阿仔成日嚟我屋企食飯，咁佢好多時就好興嘅。我煮一路煮飯，佢就企喺我後邊，掟喺個門嗰度，咁啊同我傾偈啊，剩啊咁。即係變咗你喺間屋裏邊就佢有好多嘢留低俾你感覺到，即係你每做任何一樣嘢都會好似覺得佢喺度咁。喺佢臨走前一年，佢同我講，佢話：阿媽咪，如果你將對阿細佬嘅1/10嘅態度對我咧，我而家已經養得起你。佢話：但係你冇。同埋佢話：你知唔知我每一次離家出走，我喺每一次都喺同一笪地方等你嚟揾我，但係每一次你都冇嚟到。我唔明點解你揾唔到我。佢話：其實我每一次都係喺嗰公園，但每一次你都揾唔到我。我係覺得
我係咪真係真係虧欠佢好多咧？其實一路都已經有問題嘅，但係就自己唔理啫。嗰陣時就一路就都成日都瞓唔到啦，又食唔到啦。嗰陣時瘦得好緊要啦，咁同埋好容易唔開心啊，無端端又會坐喺度都會喊啊，行下街又會喊啊，同埋開始周身都痛，周身好似俾啲刀撩緊咁樣痛。阿玲在亲人的陪同之下去看医生，终于确诊患上严重抑郁症。Vincent 是辅导机构生命热线的执行总监。据他的经验，阿玲这种情况虽然严重，但亦是属于常见的个案。其實好似阿玲嘅情況咧，都係好即係好普遍嘅，因為好多時咧，自殺者家屬咧頭嗰幾個月咧，都會去忙於去到處理即係自殺者嗰個嘅身後事啦，或者可能有好多事務性嘅嘢要去到處理咁樣。咁但係當呢啲嘢去到即係處理咗之後咧，咁佢嘅情緒就會慢慢去到出到啦，或者甚至乎要爆發出嚟啦咁樣。由於自責以前忽略咗大仔，阿玲長期處於情緒不穩，對細仔加倍催谷。反而令細仔失去讀書的興趣。我在個廚房整整下餸，我都可能揸住把刀走出嚟。你再唔正正經經做功課或者乜嘢，我就拿筆都劈死你。咁跟住我自己自殺。即個人係去到嗰、那個，即有少少係我其實覺得嗰陣時有少少係痴痴地，有一個衝動係好想真係。跟他一起攬住一起走，即覺得他不懂去感恩，阿哥沒有，很想有，他得不到，我給你，你又不珍惜，直情是夜晚睡不到覺啊，或者睡著覺都會聽到人家叫你去死啊。嗰陣時我煮唔到飯，買唔到餸，我食咗啲藥就瞓覺。咁我細仔放學翻嚟咧就叫外賣，叫咗外賣就叫我起身，媽咪起身食飯啦，食完飯你先再瞓啦咁。即係已經係到咗唔係我照顧佢嘅地步，係佢照顧我嘅地步。當時係冇諗過，原來我一啲咁嘅行為會影響到佢冇安全感。朝頭早。叫他起身翻學，佢唔翻，咁我又話：你唔翻我就企喺個窗口嗰度。我你唔翻我就喺呢度跳落去，即用呢啲嘢嚟逼佢起身翻學。咁即試過好多次之後，佢就開始更加之嚴唔翻學。我話你搞咩啊？如果有人入屋嘅話，我掛啲窿窿喺度，咁咪唔驚咯。佢係會每晚瞓覺嗰陣時咧，就會拎一支棍啊，可以保護到佢同埋我。咁嗰陣時我自己睇緊私家醫生，咁我都影咗嗰幅相俾個私家醫生睇。個私家醫生話：，喂，你阿仔其實都好嚴重嘅喎，佢好個安全感佢係好冇得好緊要。佢話：如果唔係佢唔會咁樣。輔導主任就同我講，佢話：不如轉介你去生命熱線啦。阿玲嘅細仔被轉介去兒童精神科，並確診患上嚴重抑鬱症。佢兩次停學，需要長期接受社工嘅輔導。好似阿玲同佢細仔呢類個案，一般自殺者家屬某程度都需要輔導機構幫助。除咗咁。仲有其他方法可以舒缓自己。挚爱嘅人点解会自杀？对李慧才博士嚟讲，系一个永远嘅谜。李博士是著名科普和科幻小说作家，笔名李逸湘，亦是前太空馆助理馆长，是一个充满科学精神的人。
2011年，他的独生女李天伟参加完中大迎新营之后两日，在住所的阳台跳了下去，之后大家多方调查，但完全找不到原因。个遗书很简单，爸爸妈妈所有人，对不起，我走了，天伟。但是除此之外呢，是从他的笔记簿啊、电脑入面的记录啊、电话入面的记录啊，乜嘢呢都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的。但我去到某一个位置，我亦都纯粹从逻辑角度睇啦。如果个大脑出咗问题，确实系唔需要解嘅。以往我哋系完全忽略咗嗰个生理失常嗰部分咁解啫。佢嗰日上昼个精神状态系点，心理状态系点咧？呢个系永远都冇答案嘅谜。突如其来嘅人生巨变，会促使一般人求助于宗教嘅解释或者安慰。但是对于信奉证据和理论的李伟才博士，科学反而给不到他任何解释。帮我做心理辅导的那个好朋友，他是真的有问了一句，其实都是大概可能是年龄到的，之后年龄到，他说 Eddie， 其实你是不是真的想好返的呢？我根本就是一个破碎了的人，到我死嗰日都唔会好得翻噶。正如一个好靓好靓嘅花樽，你大力掟咗落地，点样将佢全部补翻出嚟？系一个花樽，唔通我可以翻翻去之前未打烂嗰阵时咩？系嘛？呢个直到我死嗰日都唔会改变嘅呢个事实。我有一段时间我仲系翻湾仔近活道嗰头啦吓，咁然后落嚟湾仔道啊咁样，食完晏喺度行咧，喺条街道咧。我想一想一想我就喊，咁我喊咗，我直情系唔理隔篱左右嘅人，我系真系放声大哭。特别夜晚经过木球会嗰阵时咧，喺嗰个坚拿道天桥嗰度望翻过去，咁嗰度灯火通明，你睇得好清楚噶嘛。嗰度系落地玻璃嘅，因为阿女无论系中五考会考，亦或系中七考预科，咁佢就会带埋啲功课啊，带埋啲书本啊，就去嗰个阅读室。就喺嗰度温习嘅，望翻去咧系非常有感触，因为谂翻起佢嘅身影，咁确实系有一段时间会有谂法，就系话，即系佢当时咁勤力嚟去读书，吓去预备考试，即系佢所有嘅努力咧，其实都系白费啊，付诸流水啊，系嘛？因为佢根本上大学未开学，佢就走咗。但其實我都好快，我就糾正翻我自己呢個諗法。佢去掌握嗰啲學問，佢本身已經係有得著噶啦嘛，都會引申咁諗，就係話佢十九歲走咗，你就覺得佢之前做嘅嘢係白費。咁但如果一個人九十歲走咗咧，其實一樣嘅啫喎。十九同九十，即係比起人類歷史幾千年，或者比起地球歷史幾十億年，都同一壇子冇乜分別。喺女兒離世之後，李偉才寫咗好多封俾天偉嘅信，結集成書信集《天天天晴》。寫信俾阿女呢樣嘢咧，我係完全好自然其然，發自內心，係覺得真係想同阿女傾偈，即係仲有好多説話未同佢講咁樣。亦都某一程度上係懷緬翻我哋過去一齊嘅時光。咁但係寫寫下咧，一封一封咁寫落去咧，自己亦都感覺到係可以係一種嘅有治愈嘅作用嘅。其實外國都有呢個研究，係發現寫作會幫到手。佢哋發現嗰個寫嘅內容要有一啲係關於佢哋了解件事嘅原因，或者佢哋係認識件事個意義。咁同埋喺寫嘅過程咧，好多時都會幫佢哋有多咗回憶，同即係死者相處嘅回憶。咁呢一個回憶咧，都令佢有一種好似聯繫嘅感覺。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另外一個治愈嘅原因嚟嘅。細細個接佢放學啦，喺澳洲嗰陣時啦，或者一起去美國嗰個優山美地
國家公園啦，係嘛？或者去北海道啊，睇薰衣草啊咁樣咧。我當然其中一個就睇流星雨啦，新疆睇日全食啊咁樣，金星凌日啊咁啊好多啦，真係好多。佢係受我影響，係非常非常咁熱愛天文嚇，係天文發燒友觀星一族嚟嘅。咁而後嚟佢升上中六嗰陣時，仲做埋佢個學校嘅天文學會會長。啊！咁呢樣嘢令到我好開心，好開心啊！度咧，見到啦，見到啦，原來喺呢個位置。天天天晴呢本書咧，可以話我係咁多本書入面咧，絕少絕少翻睇嘅，亦都好易理解，因為實在太過痛。但如果你仔細睇咧，我都相信你睇得出咧。其實在這50封上面都會看到我的某一程度上的起伏，當時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或者衝動就跟著他走，但是你立刻自己跟自己說，就說尤其是我是一個無神論者、啊、我是完全信人死如燈滅的，那他已經走了，那我跟著他走又有什麼意思呢？写作同埋坚实嘅世界观，指引住李伟才面对呢一切嘅不如意。我亦都系一个百分百嘅儒家思想啊。咁、那个问题，你既然决定留翻落嚟，如果你系浑浑噩噩，甚至自暴自弃嘅，咁你咪仲衰过死？即系儒家就系、是、个思想就系、是。做人一定要積極奮進啊嘛，繼續做自己應該做或者中意做嘅嘢。阿玲亦喺社工幫助之下揾到解決方法。咁我哋當陣時咧就即係分開兩位社工咧，去到分別去到見阿玲啦，咁同埋見個仔嘅咁樣。咁個仔嗰方面，我哋都特別安排一個男嘅社工，希望咧就係去到同佢建立個關係，有時同佢做一啲活動啊，令到佢慢慢一個信任，去到將佢自己嘅事情咧去講到出嚟，進入翻一個即係日常生活嗰、那個即係正常嗰個模式咧，建立翻佢哋成個家庭嘅運作。咁我細仔開始佢就肯出翻去。有一晚好，佢瞓覺啦，咁啊嗌我坐喺佢側邊陪佢，就做咗一個好深情嘅對話。你知唔知點解我唔想翻學啊？點解啊？因為我翻學嗰陣時望住個窗就驚你跳落去，我翻嚟就見唔到你啦。所以佢寧願唔翻學。他都要在家看住我，即看住我是睡覺也好，你都起碼安全，不會出事，不會有事。即他是已經是去到一個，即我已經我覺得他已經去到一個頂點咯。咁當時咪真係自己同自己講，你一定要企翻起身。溶咗啲砂糖啦，用啲奶，剩咗啲隔夜麵包啊、剩啊嗰啲咧，就唔好嘥啦。阿玲嘅細仔最後可以繼續學業，而阿玲亦都建立起新嘅社交圈子。而阿玲咧咁就過渡咗一段時間啦，咁佢就都非常之好啦，咁亦都好積極咧幫手做義工。透過煮嘢食去到，即係除咗去到舒緩自己嘅身心之外咧，亦都去到幫助其他人。當你冇呢個經歷嘅時候咧，你都會覺得唔諗咧就冇嘢噶啦。但係當事人咧好多時係好真係好掛住個死者嘅，咁所以我哋俾翻個空間佢喺佢想要諗嘅時候，我哋去聽。但係佢唔想諗，佢想去唞一唞嘅時候，我哋又同佢做其他嘢，配合個喪親者嘅需要咧係好緊要噶。佢臨走之前，佢俾咗一個。好好的印象你，即係好好的回憶俾你，但係佢係突然間咁樣，
所以我有時候我都唔明係佢覺得呢個世界上再冇嘢值得佢留低啊，定係有啲乜嘢咁難解決咧？其實我到而家我都有問自己嘅，夠唔夠？No complaints and no regrets. I still believe in chasing dreams and placing bets. But I have learned that all you give is all you get. So give it all you've got.I had my share. I drank my fill.